好，上落申请呢个香港健康码过关嘅朋友，咁啊，而家可以正式申请香港健康码啦，就系去 exc.gov.hk。我呢条片嘅描述嗰度咧，就会有个连结噶啦。好啦，入到佢嗰个网页，就有注册账户嘅，跟住入到去就系咁噶啦。跟住咧有好多條例啊，咁要睇曬佢，睇曬之後，當你撳我已閱讀並同意以上嘅資料咧，咁就開始輸入資料噶啦，包括身份證號碼、簽發日期、月年，就睇翻個身份證啦。好啦，英文嘅姓同埋名，中文嘅姓同埋名，身份證號碼。联络电话，住在哪边，要上载住址证明，除非你住公屋。好啦，登入密码，跟住有啲安全提示，以重设密码之用嘅，咁大家揀下你鍾意边条问题咯噃。然后提示嘅答案，好啦，揀语言，跟住揿下一步嘅。當你下一步，我就發現有問題，就係個密碼啦。密碼咧又要大街細街標點符號嘅。好啦，咁啊成功之後咧，就有個登記密碼啦。好啦，今日登入系統試下咯噃，又睇一大堆嘢啦，跟住要 tick 同意，跟住又撳下一步咯噃。好啦，就入翻自己嘅身份证号码同埋头先设嘅密码嘅。咦？哦，账户仍在处理中，收到确认短信或邮件后再尝试嘅。好啦，希望大家登记成功，免检疫过关啦。迟啲吓，再见啦。